I'm
以去上班嘛，像那些服装啊那些，还是有好处。靠那个抖音赚钱的，肯定就会考虑不一样。我抖音啊，应该做就是头条戏都有多久就有多久，什么内容都有，还记一下日记啊那些都得看。我当博客在用了。
应该不在乎那种像杨秀儿那些，这抖音应该不，他不拍，拍的很少，他就靠那个，他就不想靠那些。他有些也抖音的话，就是经常天天直播，没事就吃饭了。要么就是一个小的团队，青羊宫那边有个叫桑杰的，去取名字了。那段时间在这边跳，在酒吧里面跳，跳的非常好。但是他爱唱川剧、唱京剧的，他唱京剧。我们以前把我们把我们吓到，他怎么搞的？你看曲桌好漂亮，是吧？前两天都陪去玩虫子，放牛去了。他说他舍不得父母嘛，不愿意在这里，他一直待下去。他那时候就想家，在家里面想想成这些事儿，想朋友。他那个曲少之前作品有几十个，这都删掉了好多了，只留了几个。
准备想把西西让他早点过去。那个这边的那个相当于主家吧，多吉的，他应该叫多吉，他在那边就把我服了，别人就相当于抢人了，我就不用叫他早点过去了。外面，看一下雪花吧，看一下雪花，他要过去。这边灯这么一区你看吧，对面这边灯光应该可以吧，它有几个大的那个 LED 灯嘛，京东家电还有那个什么吉祥千亿千世什么商业中心，这几个灯泡应该起作用。天生的嘛，有些长不好看，天生的要改变，做手术改变也可以，是吧？都还，但是你要到现场来，都是心里面有这个想法就可以。等会过来哟，等会过来，拜拜，拜拜。这是黑牛吗？下好，谢谢，我上。